丢到这里哈。你用那个好像。怎样？啊，没事。没事。啊。不是你用后面那一只。哦。像这种是笨石头哦，那要拿掉啊，对。好，一般的话就是这样，弹一下，弹一下，你也弹一下，来。那就是以小米为主要的那个碎石记忆，那所以一月份种，其实一月份它是开垦，那二月呢，一月底开始就在播种，哦，一月份开垦种那个整地，然后二月份开始撒种之后，二三四五四个月的生长期，就是六月就是采收。其实一般过去传统来讲，原住民都是在六月半丰年季啊，原住民是这块土地的主民，原住民也是。这块土地，上帝给我们这块土地最好最好的礼物，不要浪费，我们也希望好好的来发展。阿妹，不会撒的人，他就会一戳下去，会浪费。然后小米它也会长得不好，就不完整，不经营。然后像这样，把它覆土盖着就可以。对，像这样子，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个覆土的动作，再把它扩散，再把它扩散。要黄透的哈，对，黄透的我们才采。你这边有除草吗？这里，没有，没有除草，没有。你看这个都被吃光了。这没关系，你总是会要了一些。对，这个都被吃光了，去采。对，昨天呢、有那个投粪的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种的啊，他种不好。然后那个竹东有一个也是啊，他说他们的种不好，所以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像我们这样子。对，要看条件吧，不知道他们
的地是怎样。像头份有一个我拿去种的哈，有一个朋友跟我拿的哈，唐婆柱，他的地我那时候我看了我就说，哎，你这个好像会太湿哦，会潮湿哦。他说不会，结果真的是太潮湿，种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我们种的那么好了。人吃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梗是祭天的，拜神的。哦，先给神明享用。只要就是这里哦，比较低洼，嗯，这一块要有淹到水，而且哈、哦，这里之前就种稻嘛，就没有像。那边我姑姑自种菜，我姑姑之前有弄一些堆肥啊，比较好。哦，还没有收成之前，你有把那个样子拍下来吗？有啊，哦，超美的那个，这么肥，所以它要够干，它才长得好。对，这一块嘛，那地图，那地图又长了又有几平。排水沟不是多管，种海草。五到十啊，你还没有叫啊？你爱琼扎回收种的哈？是啊，琼扎品种啊，是台东拉老兰跟牧师那边的啊。那你的种的啊？哎、欸，是啊，是啊。小米，你到酒无饭的啊？酒，用 LV 呢？该准你听的，对啊，刚刚准你听过，嗯。已经奔土地白宫了。啊，奔土地白宫了呀！奔起来。哦哦哦哦哦！拍摄。忙啦，忙讲话。讲话不会，是肥肥东西啊，讲话。好啦好啦。阿弥陀佛啦！太加了佛啦，渐渐加难佛。个背那块，个背唔到个背，会锁。还嘛呗，对的。哎呀。
准度哦，是啊。你用红肥的种子都还不一样。啊有啊，有看到啊，泡泡一粒粒是那个。哎，有动均匀哎啊！你太厉害了。是他们送给我们台东排湾族的拉罗兰的牧师、然后送给我们的小米的种子，然后在苗栗县头份镇水流东这边来复耕，祈求土地公让我们可以丰收。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啊。时间太短。对。你还要留一条走道吧？这边不用。哦，这整片。这整个这边就可以，因为这边没有楼梯的。这个哈很干，很好弄。差不多了啊。对啊，就很快啊，就先拿着比较好弄。好了。